开始录了，直接在拿手机出来，没有，两个一起开在一起讲，有啊，红点在动嘛，红点动，对，我在看一次，对啊，外层跟12:17，对，两个都有录到，啊，很好，我都补得出去了。都在哪边集合？他说那个小桥那边过桥还是？他就说很短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要过还是要过。先生检查，好吗？那里有一个人，哪里？就坐在底下那个吗？哼，他在干嘛？他陷在水里，他躺进去了。通过去倒进去还是怎样？滑不过去。不想起来吗？哎，是你哦。那你又是谁啊？我不知道是谁啊，我以为是奇怪的人。对，那个不认识的人一直叫你说帮你拍一张。等一会儿，我还这样我看不到，我要过去一点。好，就是陷在雪里的人呢。好笑哦。你是你有摔倒吗？故意的。摔倒啊！就冲到松雪就摔倒了。阻力太强，等会啊，好好笑，酒醉的滑雪者。啊，等会，太暗看不清楚自己拍什么。啊，哎呀，嗨，他也什么东西都没做。你这样起得来吗？我们先走，不要理这个酒醉的。赶快走。等一下要上坡呢，继续走。对，好烦哦。继续走，还是要脱下来撸一下，撑一下，侧面往上爬。嗯，这在小叮当练很多不是吗？对啊，就爬吗？
怎样？不然你以为我的脸面罩有掉下来吗？你的就在鼻子下啊。啊，真的、哦？我觉得今天鼻子没擦了，我今天故意要不弄鼻子。不行啊，我就是觉得脸冷啊。因为弄鼻子，我就搞了眼镜好雾，现在不弄鼻子很 OK。我今天全程要弄鼻子。我不要。我看看会怎样。好、哦、好辛苦，老板。在努力的往上。嗯。上坡。上坡。
能就是比两人快啊，你看我们一直超车。那我记得上次去另外一个雪场，他两人也很快。两人。你说白马在哪里？白马后面最后面，我们常滑那个。圆月。圆月有点。他后山的那个。就拉上山顶的那个。就那个 tube 的那一个。嗯。然后那个两人的也很快。那我就撞很要力了。对。啊，就很紧张，我觉得要被撞了。很好，我这样弄就完全不起雾了。不过现在还没开始跑。你说带费力以后。看看哦。下得来吗？偷偷观察别人。你干嘛？你是不要扶？没有，他会自动升上去。如果没有挡住他，我刚是手放这。哦，那要又要了，要了。你们没关系的，都好。东观察西观察。这里也有条路吗？他们过得来吗？绿线的、啊，绿线还红线过来的，绿线。然后下面有一个红线过来。在这里绝对不可以是松懈，我说这个坡度，进得去出不来，就不会动。对啊，累死。上面的那个，换人吗？就是缆车的人，哦，会不会滑下来的？超车！无声的超车！你看他帮我换板啊，所以这板比较好滑啊。不知道，我还没滑、啊。还没？还没啊，就是刚刚中午才换啊。然后班底断掉，班底也算是消耗品吗？是啊，就是前面那个。然后它所以换班底，嗯，因为我拍给你看的，紫色的嘛。对，然后我觉得那个，它昨天是147公分，我觉得真的有点长。然后我今天就是换少一点点，但是我不想换太小。你有差3公分吗？你在转的时候就要啊，3公分诶、欸，147跟144，你想想看，你转的时候你的那个直径，就是你的直径，你在转的时候就有差、啊。可是松雪其实是长一点比较好啊，所以我才说我不要太短，但是可以短，就17左右。它一直在长，一直下去啊，一直长。我看你的，没有，你没有，你完全没有。哎，我角度对吗？应该对吧。我觉得蛮快，好，因为我们这样一路上来，好像风从后面来的时候就，所以目前为止好像都还好。没人哦，这个有一点了，有点冷哦，一点。现在我早上没有放这个，多冷。你现在放了，直接我现在放了。比较好一点，但侧面就比较冷。膝盖就是裤子。你不是放在外侧口袋啊？我放这里，我没有放外侧口袋。你真的塞在裤子里啊？塞裤子里。穿过这么多层裤子，好。怎么穿得进去这么多条裤子啊？瘦啊！我真的小腿都快爆了，回去。小腿肌肉整个这样膨成一大块，这样一大团。太扯了。真的啊，好可怕哦！所以我今天去餐厅，我需要帮你带按摩枪吗？可以先到很暗。不用啊，我们跟他回去一下好了。要不要我们陪他走回去？走回去，然后从他那边上车啊。要不要？可以。走回去有点上坡，坐车过去再上去再下。那要看我们吃到几点。对啊，就不知道。什么？要看我们。你就要带着雪去啊。没有啦，有我们一定要回去，4点就收工了，我们6点还订吃饭啊。我们会坐5点50几分的车过去，我们就看好班次，所以定好6点的位置。那我应该先洗澡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去找你贴药布。
我带要不跟安全箱出来给你好了。不要，我不是说跟你回去，你要跟我回去啊？你吃完饭跟我回去啊？对啊，好啊。你现在有在听啊？当然哦。你腿好短哦。我说你的腿为什么离我的腿的距离很短？因为这个坐比较后面啊，我贴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很烦的，你腿好短。最好是没有悬窗，最好有人床靠贴你。反着走的那条，对不对？对啊。OK。要爬红线下去吗？好啊。都可以啊。哎 ，Your glasses or something？ 哈哈哈哈哈哈。怎么了？真的、哦？你是说它很卡呀？会不会滑？就可以这样站着穿啊，也没什么的，肥肥一片。来来来，这样变成是……你这样鼻子没问题吗？完全没问题。你鼻子都红了哦。红就红啊，我鼻子没感觉。要回去就再也不会有。然后你明天就晒伤或冻伤，你要不要照起来？今天不会啊，今天很硬啊，所以还可以这样晒。走走。走。走不了。还好啦，今天都被压平了。我们都打直板了才这样。
Thank you.
办到了啊，办到了。绊到一脚，唉，他嘞下去了。哦，嗯，哎，就怎么样？不中。你先爬起来，嗯，好，别跑，车站在哪？
再做一次哈、嗯。速度快的时候额头晕了，好晕。你的鼻子的。我鼻子没擦，我等一下要戴一下额头。为什么你外套帽子没有戴上吗？没戴啊，这次戴的。啊。现在我帮你什么吗？这样就好了。帽子戴了吗？有帽子啊，但是这现在也不适合戴。嗯。你看雪那么大，一直掉下来。哦，雪超大。好像跟下雨一样的这个下来。对啊。来看正面，我看镜头正面 ，OK。我的嘞。也没有东西啊。好，很好。你看你装到上面是装多少？你不用手接啊，你等下看你的膝盖跟大腿就知道了，如果风车就不知道了。这个之所以是红雀，是因为它稍微高一点。要是整个有压平的话，应该很轻松。应该是雪道那边什么都一样。那要怎么办？嗯，等一下我们下一趟滑，去坐最右边那个缆车，啊、到顶的缆车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别的地方。好。所以最后一段就换个缆车去。哪一个？来上滑红线吗？最那条的缆车。还是要滑红线吗？啊？还是要绿线？不要绿线，绿线我们可能会动不了。对，我觉得绿线可能会只能滑红线。这种大雪可能滑不动。好像有看到什么，那个奇怪像猪还是什么一样的，就在山壁边看到一次而已。
那现在雪这么大，连足迹都被盖光光。嗯，对啊，明天再来看有没有好了。而且雪这么大，你像人一样，这时候要出门啊，不大想。你看，这早上我看还有一条线，现在就没有了。你是有路哦，本来有路，这是一条路的。可能没人要滑吧。我本来想说那个靠高的点，我只要站稳一点冲进去应该还可以出来，然后把它插进去的门。我们上次的八方雪好像也没那么大。嗯，对啊，蛮大，但是没有今天那么大。对，今天雪超大的。今天几号啊？今天六号、五号、五号、今天五号，有人七号要去站吗？嗯，今天应该到处可能都有送。都有送。其实我这样滑下来已经觉得人很少了。那今天礼拜天人就那么少了，那明天会怎么办？人更少。我是怕说人少，还会被什么线就不开。没有，应该不会。我每天都盯着那个缆车线的那一个看，嗯，就是。自从可以开之后，他们就开了。对啊，没有因为礼拜几而不开。那也太偏大。对啊。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好，那拖白顶那边吧。我摔倒那里啊。摔倒。汇合的地方。红线接回去的地方。哦，现在连路都看不到。
我就刚就他就是，你觉得你刚刚好像是在学他，有没有一点感觉？就是硬硬的地方，快点转，硬硬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硬硬的地方快点转，不要卡到松懈。真的比我们快太多吗？说要在我摔倒的地方等我吗？是哪一个缆车？
说这里的、啊，他就还说我摔倒的地方在这儿。
都没有收。我手机超冰的。有信息我都没有收到，但是我都没发。从十一点以后的信息我都没有送到。网络问题吗？我有发过去啊，我都有时间了。所以是我的网络坏掉，也不是啊。那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息？也没有。因为我也有时间啊。所以我们大家都断线了。我看看。雪被吹走的样子好漂亮，好梦幻。你听到冰等，我看到你刷的了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你刷的。你说再等一下是不是？我说我们在二十六号等你啊，你要上去了。没有，我刚刚发是说我们先上去了，不过这两个都 OK 啊，我们先停在再停五分钟。那我可以把鞋脱了坐着吗？我们两个都脱光光了，再脱一下。我要一屁股坐下去，我觉得很累。我觉得会不会太低？啊？坐下去会不会太低？不会啊，很舒服。白色啊，这个人滑的是不会少的，这个人在练习那个肩膀多少层，我听到声音了，怎样看他写肩膀吗？又听到第二个听到他什么听到啊，他说 OK， 他说我们上去 OK， 是啊，先等吧，他讲 OK， 那他在哪里？就他干嘛不讲他在哪里？对啊，如果可以躺就更好了。Thank you.
是手酸呐、啊。嗯。好冷的。啊。起热。一般而已。好、哦，我可以了。我要往前挪，我愿意为了这个挪一下屁股。我抽不准，没办法。这样也可以，正中间，对不对？舒服吗？嗯，有顶住更好。有顶住吗？有啊。这个滑过来的这个，对，滑过来的这个。你怎么那么慢？刚才在大学里，谁这么高？那你有去那里等我们吗？因为他在大学里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到后门。真的、哦，因为我跌倒了，他把我拉起来，然后我这样子，他也把我拉起来，当然我算是去把一个男的，哈我那边我真的起不来，起太深了、啊，这不是潜下去的水还在这里啊，哦，你又没有棒子，超松，爸爸，爸爸我拍拍腰好不好？不用拍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完全没有。往下拉一下就好了。不要拍过来哦。我们还在那等等等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还没有人？人没出现，一定是有什么事。他知道你不行的话，他就陪你，是不是？我就跟他说我不行了，你们可以陪我下去。哦，你跟他寻求帮忙。对，嗯，我不行。阿公跟阿嬷，那真的来拉我。阿公救你的，那阿公就陪你。
没有，三个啊，三个一起。哦，是哦。对，然后后来我滑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到了那个比较斜斜坡。嗯。然后反正我那也是摔好几下，可是那斜度够大，就有速度，就还好。还用走的吗？啊？我在想怎么样才差得进去啊？我看一下这个方向，是差不过的，差不大过去啊，还要爬一波呢。我觉得好像有点难钻进去。好，先爬简单的。不然等一下看指标。那要是往东莞山方向可以的话，往那边去，反正那边回来比较简单，有缆车。这树是可以把它撞倒的吗？你可以压倒啊！我说是可以压倒。这啊，那时候松起来好不好？我觉得现在看这个还有。这个被树围起来里面，它是一个只有绿线的雪场。我担心的不是它好不好，我担心的只有要怎么钻进去。现在也好大，像是超级大雨的那种。然后都没有人要坐这个缆车，嗯，有的啊，刚不是也有人在排，就是很少啊，你看少到不行。真的脚软了，这一段没有开。嗯。
的地图来看，它的箭头好像是怎么画的、啊？真的过得去吗？会不会我们走好远，走到要死？我记得它的箭头是往另外一个方向，高天远，那绿色箭头往左，红色箭头往右，这是用走的？没有，红色的啊。对啊，红色往右啊。啊但是绿色又往左。要继续走过去啊！他们说他在那看，这全身都很酸。你刚刚有一条在脚底下，等会你那条是，哎、欸，那条马就在脚底下啊。他出来就这里了。不是啦，这个，对，对，刚脚不会踩不平。这个板子有没有比较好滑？嗯，这个没感觉，感觉什么都不好滑。真是玩，真是。你也没跌进松雪过吗？过去吗？嗯。好、啊。好、啊。对，就一上一下啊。对啊，就是那边是绕一圈过来的、啊。所以这路是不是又有点窄啊？一点点。啊？那你这样，thank you.
好痛啊、哦！太痛了！哎呀！好痛、哦，我的手。没有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样子。休息了，我看你要，因为你会摔倒。缆车的左边才是红的，但是我们现在过不去。对啊，我就说要穿过缆车那边。还好了，这样应该下得去啊。也可以啊。因为你要试试看。我觉得偏左边一点好像可以，右边好像太陡了。其实只有刚下去的地方而已，你就不要管它。它如果不要太多松雪，我可以。我走了。你要走哪里？从这边。怎样？我要先穿上去的。
停啊。脚上，哦，那你应该没有倒，你只是我怎么往前弯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我现在有办法继续前进吗？没有，你要走到我这里，所以我说你要拖板进前，可以可以，拖板拿起来了。跳动，渐渐的往前走，尽量跳走，上下走，跳跳跳，嗯，跳跳跳，嗯，啊，我现在连站都站不起啊，现在不是站着，不是，跪着了，对，你一脚高一脚低吗？不是，我越撑越下去。要撑啊，不撑我站不起来。好，那你一撑会往前滑。我要，我怎么掉进来的啊？你是不是下来的？要开路。然后，然后，你还是沿着我这条路出来的吧。我现在。右脚拔出来了，右脚拔出来了，左脚还卡住。我是压雪车，不是，我左脚卡住出不来。
那我可以休息一下啊。休息啊，继续开路。啊，我可以躺着啊。你躺啊。风会不会碰到啊？算了，不要理他了。好累，好累，拔不出啊。右脚好深哦，滑不出啊，真的滑不出啊。不是左脚，是右脚。左脚，左脚，右脚已经出来了。是啊。我怕扭伤我的膝盖，所以我膝盖不敢乱动。好啊，你就不要乱动啊！我把路踩平再过去啊。因为我这样踩出来的平面啊，只有雪板才站得住。要是我一脱鞋子，我一脚一踩，我脚还是会陷下去。可是我，但我现在膝盖有点痛哎、欸，你快来帮我把我的脚挖出来啊！哦，我不能太冒险，我要慢慢压。我快了，膝盖前面好痛。是没有方向不对，但为什么那么痛？小心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要先，不是不是，我试着把鞋子先脱掉。我看不了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力气口解开哎、欸。我打不开，但是我脚现在有点痛，可以快快帮我脚解开。我会拖的话，我一站我就。你不用拖，你就想办法过来。不，这很难，它是松的。我陷进去的话，我们就都糟糕了。快点啦，我膝盖很痛。I need your help, help.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抽都抽不下。人家也没有力气，不会也没有力气拖。我真的拖不动哎、欸，我完全拖不动我的脚，那个歪理。你只要救我把歪理拆掉就好。我现在会压在你的板子上，应该没关系。不会不会，没有压到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但是我也弯不下去啊。用柱子啊，用你的棍子。我帮你对准，给我。这里。没有。有啦。没有。没有吗？我都按下去了，感觉。哎呀，我脚真的黏住啊！怎样？你到底有没有让我按对地方？我刚刚有一个卡下去的感觉啊。还是滑走了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不见。我没有力气，但膝盖又很痛，大腿也很痛。完蛋，我大腿要抽筋了。不叫我，好痛啊！歪掉了啦，歪来侧边了啦，你搓了吧，搓歪了，在这里了。所以嘞，我真的搓不了板啊，它现在在这里。哪边？在这里，这里，对。按不住啊！你等我，按不住啊！没办法，很奇怪。我要先进去了啦，完了，完了，我要后退哦，我要先后退。你就会自己逃跑了，你不救我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脚好痛，这里。好，我想办法，我试着踩踩看看我这套到底够不够硬。你好
去耶，奇怪，我真的，我以前就抽不太开，我都用脚踢的，我没有办法用。大概看，还可以，我压死的地方还可以。我脚真的好酸，真的我脚好酸。我真的右脚很痛，对。没有纸都行。哎，好痛好痛！啊，好下来好痛哦，病死。嗯，怎么办？要怎么把它拿出来啊？等一下再拿，你先休息。我来弄，我要继续把这里铲平才可以走出来。我等一下用走出来的。嗯。我先把它学踩实。好痛哦！现在坐下来好痛，好痛。谢谢。然后顺便回讯息。那我知道滑那边我就没事了。我以为这边是，我就好过。你看到没人滑过？我没有想到，我想说哦，他说这边好，我就滑来，然后我就踩进去，然后我想到就说对，懂了，好痛。你不要再继续把鞋坐实了好吗？你坐过去一点，坐实才好。坐实我怎么拿起来？我又没有坐在你这上面，等一下我先把在这好吗？先把这让我在隔壁啊，我等一下帮你挖，你现在先别急着挖，现在先坐着休息。我刚才呢，我在旧居，然后来挖。好，你不要动，我来弄就好。你好厉害哦！为什么我都没力气啊？我还因为我没有发现。好，等一下沿着这条路走出去，不能踩别的地方。好，其他地方一踩会陷下去。好，你两只脚都解开了吗？没有，这只脚还在脚上。那我可以穿着啊，我可以穿着啊。你会站不起来？它在很上面。不不不，它在很上面，但是你要把它脱掉，不然你走不出去。不是踩你的印子就出去了，不是吗？因为你这只脚没有板子，所以这只脚会踩得很深。这只脚有板子，所以不会陷下去。你这样走会有点难走。没关系。好好，那你要注意，有时候脚会陷下去。陷下去之后站稳了，你再换另外一只脚。好好好好。好，我看他踩什么。打滚。这样真的没有比较好走。那你膝盖还好？有点痛啊，髌骨结冰了。叫出来了。滑那个上面的还比这里好滑，这记得收雪堆又很惨。其实到处的松水堆又很惨。我饿啊，就折下去。好，很好。这前面这块地是松的，这一块都还是松的，没人踩过。我转，我转，你小心哦。我躺着右转。啊，那你右脚可以踩这种地，因为右脚有雪板。嗯。左脚不能踩。晒太阳哎。对啊，我们的眼镜居然可以看太阳哎、欸！现在太阳很雾，好不好？你拿下来也可以看。真的不敢。嗯。好，走了。好。我也坐得很舒服，不大想起来。我会不会起不来？两个棒棒。不会啦。我会啦。一个屁股形状，我好脏啊！第二屁股洞可以哦。还可以，但脚的话只会陷下去5公分而已。
起来喽！好。我觉得我鞋子没有穿好了，因为我没有听到啪声。雪很多欸，你雪轻轻啊，不对，你中间太多了，你现在踩不下去，你踩不下去啊，你板子拿起来倒一下啦，哎，雪太多了，对啊，你那中间你看，是松的，你刚刚就踩不下去，也是太多啦。谢谢莫来救我。我完全爬不起来，而且膝盖真的很痛。你又弄更多了。不是，一定要让它有个坐垫的地方，让它滑走一下。好了，这个雪松松的啦。那房子真的去得了吗？哪一个啊？去得了。哪一个？你先要去，还是你先走好了？去那一个房子啊，我感觉有点颜色。反正在后面的房子。哦，好。你那后面是人家的旅馆。
它坏掉了，我又没叫。几个都飞了。